海边里上面唱一首新歌，在大海边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非常牛的一个名字，一个创意，这首歌名字叫当铺，送给你们。在这个现代社会里，节奏非常快，越来越快，我们会有很多压力，会有很多不如意，会有不一样的插曲，我们怎么办？我把它当出去。但是当铺在哪里？谁能告诉我当铺在哪里？在大海，在森林，在我们的心里。手机的自己一定会碰上不顾的小插曲，如何去处理？你珍惜在旅行，期待的单一才能真正在出去。什么的关系，只当放个屁，把它放出去，显得扭了主意，把它当出去，当不在那里，我们一起去。自己一定会碰上短短的小插曲，如何去处理？先急还是先别急？你等听大科技把它放出去，兄弟那么的距离别变成什么着急，当做躺个屁把它放出去，有了主意把它当出去，谁有了主意